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收生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的节目。那么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，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，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发布精彩的视频了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进入战斗吧。好的，这新的一局开始喽。金胸甲，木板雪球，石头，我们队友呢？没死，哎呦，他竟往前搭了，哇，这么快！给他提供火力掩护，哎呦，星球没了。等他搭到，我们再打过去，我们再搭过去，我们再跑过去，哎呦，真是的。好的，跑过来喽，箱子雪球，这个箱，有雪球，哎呦，火焰刀，不错，不错。没中，我没护甲啊。还有什么没了？哎呀 ，TNT 先拿上吧。哦哟，都没人到中间了呀！哎，他们说超金刀吗？孩子，哦哟，全都往这边打了。哦哟，看这条路得守住了。没事，我们有三组的雪球，看谁敢来。先设置个障碍，哎。没，真的没东西了呀，真的没东西了呀，有点卡。现在，哎，那边有人要搭过来，哎，小伙啊，这你都敢过来？他现在那边不动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就等刷箱子吗？还两分多了，但是他还想过来，你过得来了啊？这个你过得来啊？啊？现在那两人都不是一个队的，那比较好。然后他在那里，能把他打下去。我们队友是过去了。哎呦，他不过去了。好吧，看这边。哦，他那不动了，好像。朝我扔雪球啊？你够多吗？哎呦，这独木桥的决战，我的天，要过去。哎，哦，就把他给输掉了，那就不用过去了。这样就比较好打了呀。这孩子是不动了。箱子里真的没有东西啊？这个叫我怎么玩？耶，获胜了，就轻轻松松获得了胜利啊！哦哟，这都可以。开始了啊！箱子里，哎呀，裤衩，然后下面还有什么？哎呀，这么坑的，把石头给放到，他们老把石头放到最底下的箱子上。他那边没有人垫过来是吧？没有人哈。那我大了，哦呦，应该可以跳过去了吧？上面的人在看着呢。哦，我们过去喽。哎，小伙，哎，下去吧。哎，还有一个人，哎，对，你也下去吧。出门右拐不送谢谢。哎，现在等我们队友了，你队友呢？人呢？你上来呀！哎，我在这儿，他怎么过来了？我打，哎呦，他有弓箭，哦呦，三颗心呐，这个疼啊！哇，那三个人已经开始打了，开始互撕了，已经，我们趁机搭过去，赶紧打。哦，现在应该，哦呦，现在应该可以了吧？嗯，哦，够不到，再往前搭一点。现在可以跳过去了吧？哎，队友已经往前冲了。我放了岩浆，哎呦，才有一个人了。哦，16滴血。哦呦，好的，漂亮。哇，一身的垃圾。钻石头盔给换上。耶，好，让他跟我走吧。上楼了。哎，我们队友没跟过来。你过来呀！哎，你过来呀！
来，跟我走，有肉吃。看来上面应该没有人来过吧？哦呦，咱们把这路口封一下。对，封起来。哎呦，这真没人来过。我们要东西给放起来，放起来。骷髅拿。好的，现在一套神装了，已经是。看下面还有几个人。哦，他给我穿铁鞋子。嗯，铁鞋子。把没有再放进去一点。清空一下装备。有只靴子也放进去。再看看啊，没有什么好东西了呀。他们人呢？一个 I， 一个 JJ， 一个 JJ， 看不到人呢。哎，我们队友好像自己跳下去了。把打火石拿上。哎，那么现在就两个队了。哟，哦，他我们队友上来了，这个摔得疼啊。他们人呢？他们都不过来呀，不过来就没意思。把人都封一下，不让他们爬上来。哟，就好像看到他们，他在射箭。没事，我们不管了，先把这些都封装一下。哎，起来起来！哎，哎，哦，这好像上不去了，就。刚刚。没东西啊。哦对了，在这里垫了一个方块，那把这再垫起来。哦，那我们这样基本上没上，哎，就胜利了。哇，这么轻松啊，刷刷刷就获得胜利啊。嗯，又是这张图，我拿这个箱子呀，没东西啊。这这下面有什么也没东西，我的天哪，这么坑的呀。好，方块应该都在他手上吧，应该是啊，都在他手上。哦呦，他们已经打到中间去了，我的天，你倒是搭呀孩子。哎呀，他终于开始搭了。哎呦，后面有人。哎呀，哎呦，把没有声音，我把声音拍一下。哎，这样就好了。你倒是往前搭呀。哇，好慢啊，好慢啊。他终于往前拿了。哦天，我先跑喽。哦，哇，中间炸了，中间炸了。哇，哎，你就顺着这些跑过去吧。哦，他们俩已经开始互撕了。我箱子里没东西。哎，我队友呢？我队友也过来了。好，过来了，往前跑，就他一个了，就他一个了。哦哟，哇，这都可以啊！我的天！那么今天的空岛战争就带大家玩到这里啊！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，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来订阅我的视频啊，还有记得关注一下我的微博以及推特。那么就先这样了，各位拜拜。